没办法，那就是来夜景圈好像看到。将三角皮包裹的狗仔抱在手中，廖女士心中是充满了燃烧之情。这只原本是流浪狗，被车弄断后腿。廖女士发现以后，不但带伊去治疗，更进一步收养。伊不断吐大气的表示，人类对动物欠缺基本的生命权观念。那时候是小腿哈，都断掉了，连一个皮呀、啊，连只皮呀、啊，连只皮呀、啊，连两面害害掉。我第二天我就带到兽医去那里给他看了、啊，没办法、啊，哎呀、啊，啊你放在外面，到后来是这样了、啊，掉。我希望大家都。有点爱心了，发挥自己的爱心了。毕竟狗也是生命，猫狗也是生命，我们人是生命，它也是生命了。都因为感叹人类无重视动物的生命权，尤其是猫啊、甲狗啊，不断有弃养甲虐待情形发生。南投县关怀动物协会特别为近年来因为人类自私来死亡的猫啊、甲狗啊举办超度法会，透过佛教仪式，和这群曾经被人疼爱。叫如果无阿多好好生存的猫啊、甲狗啊，何因会当往生极乐世界？最主要法会是告诉大家，其实他们是一个生命，他们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感情。那因为我们人类对他们的伤害实在是太多太深，那我是希望借由这样的法会，能提醒我们所有的人类，对于流浪猫狗，给他们一个空间，然后让他们能够好好的把这辈子走完。发挥仪式虽然简单，但就像一般以人为主的发挥同款，有各种的法器和奖品。只不过奖品由人吃的食物，改成了猫啊、甲狗啊吃的饲料。真侪同款对动物有一份关怀心意的民众，嘛伫一边同齐念佛经。民众表示，对动物应该像对人同款，人甲动物拢是一条宝贵的生命，人类应该尊重动物的基本生存权利。希望他们这一生在离开世间的时候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怨恨，没有恐惧。就是说，我们应该还是要以悯悯的心，以大悲的心来将他们就是当成人来看待一样，然后同情他们，为他们做一点事情。南投县关怀动物协会指出，协会一年至少拢处理200多件流浪猫啊、甲狗啊被人弃养的问题。这些猫啊、甲狗啊最后拢因为被人弃养，造成枵过头，也是破病来死亡。流浪猫啊、甲狗啊的出现，主要嘛是来自人类的弃养。因呼吁社会大众共同尊重动物的生命权，降低这类事件一再发生的机会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